航空地勤逐一检查核酸检测时间是否合格。北京对外省进京的防疫更严了。我现在是武汉机场，要出北京的检，要更加严格了。除了出现了北京专属的登机柜台之外，还要出示我的北京的健康码绿码，以及呢这个行程码也是绿码之外，还要核酸阴性证明，外加一样最新的就是正向承诺书。就是承诺呢，我过去没有接触过中高风险人员，以及去过相关地区，也没有出现感冒症状，才能得到你的进京机票。 不止机场，在天津火车站也有进京的单独候车区，设置两道查验关卡，一是健康绿码，二是两天内核酸阴性证明。高速公路也不放过，在河北廊坊进京的公路上增设45个防疫检查站，不漏掉一车一人。已经提前做好了，因为现在进京需要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嘛。我觉得还是比较支持的，毕竟这个还是为了安全考虑嘛。 黑压压一群人挤成一团，一名河北燕郊通勤族提出进京公车检查站的乱象，喊话官员们了解底层百姓的生活。检查站寸步难行，挤破头才能上一辆公车。进京为何这么难？但北京市民觉得这样好安心，非常之善嘛，对吧？非常时期，国家也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啊。这个他花费更多啊，这个应该其实外边人虽然有麻烦点，但也都理解。 冬奥倒数，北京不想再看见疫情，京城内的本土清零，要外地通勤族共体时间。TVBS新闻，陈韵文，北京报道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，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